家好，我是文文 Sylvia。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用我之前买的这个 Kevin Coin 的渐层腮红盘来完成我现在脸上的这个橘色的妆容。那我买的这个颜色呢，就是打亮腮红修容在一起的一个渐层的 palette。那这个 palette 它非常的漂亮，它的渐层色呢是就是做的非常的自然。然后它有另外一个颜色是跟粉红色的腮红融合在一起。那我挑选的是这种比较阳光的色号。这一盘 Kevin Coin 的色号是叫做 Warm Coral， 它是比较温暖一点的颜色。今天我就是要用这一盘来完成我现在脸上所有的妆容。好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
妆容呢，眼妆还有我的整个腮红修容都是用我刚刚所介绍的这一盘 Kevon Coin 完成的。那这一盘呢，我来讲一下它的优点好了。它的优点就是它其实都还蛮显色的，而且它的珠光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它是这一整盘里面这三个修容、打亮、腮红全部都是有珠光的。然后它的粉质摸起来也算是蛮细的，算是我觉得是在中上。然后它这些渐层色呢，就是可以让你有一些晕染的效果，比如说你想要这两个颜色融合而成的腮红啊，也可以。那这是我觉得它的优点的地方，而且重点是它的容量很大，也可以用得非常的久。那我觉得它的缺点就在于说，它的亮片是属于比较大颗的那一种，也就是说它的打亮跟腮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显毛孔。但是如果你是在肤况还不错的时候使用，它的珠光是非常的漂亮。今天的妆容呢，我觉得看起来还蛮像一颗南瓜的，就是整个都是橘色的妆容。那主要就是比较符合现在夏天，因为我很常顶着现在的这个妆容出门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还蛮符合阳光夏天，然后有一点点热情的感觉的那种妆容。因为我整个都是用橘色来打造的。在腮红呢，我是使用大片晕染的方式，然后带到一点点鼻子，让整个脸看起来是像被阳光晒过的那种感觉。在口红的选择上面，我就是选择一个比较浅色，然后比较偏南瓜色的颜色来衬托我的妆容。因为我今天的重点主要就是在于我的眼妆跟我的腮红的部分，所以我的口红就没有选择那么重的颜色。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前面的废话非常的少，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影片，就是喜欢那种简洁有力然后马上完妆的那种，还是喜欢那种我一边闲聊一边跟大家化妆的那种方式。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意见的话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今天的这个妆容呢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喜欢的话，请帮我做四件事情：点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包括完毕，拜拜。